Ready? One, two, three, woo! 啦啦！接下来第三轮。吴建豪无暇联盟战队对战朴宰范 Rivals 真正典范战队，哥哥 Venice，不要喝，一起秀酒 ，Let's get it。这样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要说的话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。听说有一首歌叫《你想要成为 rap star 吗》。朴宰范，我跟你说，你还是回家找爸妈。好狠！哈妈妈，爸爸，我想你们。今晚的最后一轮 battle 正式开始。
好的，裁判团，请现在做出你们的选择。支持吴建豪队长，无暇联盟战队，请投出你手中的红色毛巾。支持朴宰范队长 Real Wolves 真正典范战队，请投出你手中的黄色毛巾。三、二、一。范队长，这一轮 battle 对你队员表现还满意吗？ Oh, our performance is good. The tempo of the song is very fast. So fast. 很快。很快。很快，很快。So, to keep that energy going for 2 minutes or 3 minutes, however, you know, many minutes we kept going, that's a very hard feat. So props to everybody for keeping that energy going. Hope everyone had a great time. Whatever you prefer, it was a great battle. Good energy. Thank you, guys.我觉得还蛮过瘾的，因为刚好就是我们已经暖身开了，暖开了之后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然后一起这样对比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像不停的一直在呼喊，然后回答对方，所以这样的一个 battle， 尤其是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，就是觉得哇，还想要再一次，你知道？来 ，DJ drop beat 开始。来 ，one more。休息 first， maybe some 休息。休息，很累。休息。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公布这一轮的结果。小丁队长，你猜哪边会获胜？哦，我觉得两边都很好，你猜呢？我还是问问吴建豪队长，你觉得这轮能够获胜吗？他从来不说话，他只点头。J-Fuck。如果输了的话，还可以请吴建豪哥哥喝烧酒吗 ？OK， 吴建豪队长，如果输了的话，我跟他一起回去找他爸妈。